竟然把国师放出来了！你疯了吗？你怎么能和他沆瀣一气呢？你杀了我父亲，而他却能复活我父亲。你觉得我应该站在谁的一边？你盗取天罡秘籍，真的是为了炼取还魂丹？没错。 现在只差你这个九尾狐的内丹，我便能炼成还魂丹。别碰他！怎么，你对他还余情未了？顾云深，你不想复活你父亲了？顾云深，他要复活的根本不是你的父亲，他要复活的是古王。死到临头还在指妖言魅惑，当年你杀了顾老将军，如今还想阻止我复活他？ 云深还会信你？就算是我不值得相信，你坏事作奸算得上什么好人？你闭嘴！你答应过，我现在就进宫面圣，圣上一向对我言听计从，一定会答应的。 好，那我便借口加音，待我顾家尘缘得雪，时机成熟，我便会亲手挖出他的内丹，双手奉上。在此之前，任何人休想碰他一根头发。 苏里郎，你要去哪儿？长老，现在景色身陷囹圄，我要回京去把他救出来。不可，顾云深与那国师勾结，又有七星剑在手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即便是死，我也要把景色救出来。也罢，这把匕首是和七星剑出自同一块云体，它可以对抗七星剑的剑气。 你若执意要去，拿上它，尚有几分胜算。锦瑟。 怎么来了？族人们都还好吗？你放心，族人们都已经逃出来了，回来救你。顾云深这个卑鄙小人，竟然敢如此对你！别碰！这个上面有国师下的符咒。锦瑟，你忍一下，我砍断锁链，救你出来。 别白费力气了，这上面的符咒，只要我们强行破坏锁链，便会反噬到我身上。顾云深被仇恨蒙蔽，听信国师的谗言，如此轻贱你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他有七星剑，你不是他的对手的，族人们还需要你去守护，你快离开这儿吧。 锦瑟，你放心，长老给了我这把与七星剑一同锻造的匕首，我一定能杀了顾云深。求你出来！我不能走。他如此对你，你还不走？你为何如此执迷不悟啊？他父亲的死终究是和我有关。
不能这样丢下他一走了之，可是现在顾云深一心要助国师炼成还魂丹，复活顾河，你可知那还魂丹最关键的，便是九尾狐的内丹，若是他鬼迷心窍。 让你献出内丹助他炼药，该如何是好？他只是一时被国师蒙蔽了，我可以等他冷静下来，慢慢和他解释的。可他若是不听呢？他若是不听，我们到了那一天，这便是我欠他的。 青桑，你不能这样。他来了，你快走，你快离开这儿。我不能看你自寻死路。 将军，走，走啊！憧憬与城池，相思。 如何启齿？轻易刺进柔人池，只怕你心无的太迟。冷漠，年华已逝，一厢深知情难自持。问尽心头恨事，浮上你的名字，刻在我心深处最痛的位置。一爱立下的誓，何惧与时间对峙？哪怕明日。 就消失，魂魄也偏爱到极致，看见玫瑰的花枝，我双手仍为你合十。一眼立下的誓，骄傲的不可一世。倘若我们没有来世也恩赐，就像爱到偏执，就梦里到迷失。你是我今生今世相依之时。 情如人痴，只怕你心无的太迟。冷漠，年华已逝，一厢深知情难自持。问尽心头恨事，浮上你的名字，刻在我心深处最痛的位置。